模特的行业已经5年了，然后最近我也进军了演艺的事业，所以对我来讲，要在镜头前面有没有拘束的，然后要很自然的有一个很好的笑容，其实是很重要的。那当然，我很幸运的认识了Dr. Boo， 还有来到 My Dentist， 然后有一班很专业的人士为我打造一个黄金的笑容。接着我已经是做了 Invisalign 2个月，所以我还有8个月的那个 treatment。我非常期待看到我后面的效果。要谢谢他My Dentist 所有那么专业的团队，那么耐心，那么配合我的时间表，所以我非常的期待后面的成绩。谢谢 My Dentist。